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你给我介绍那个女孩子，我们现在都结婚三个月了，我才发现她一只眼睛是瞎的，你是不是在整我？没有，你误会了，兄弟。我当时给你介绍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说他一眼就相中你了，是你自己没有理解清楚。好，一只眼睛是瞎的，我昨天晚上才发现，他戴的是假发，一根头发也没有，你还不是在整我？你又误会了，我当时给你介绍的时候我还给你说了，我说他一眼就相中你了，而且还聪明绝顶。看，是你自己又没有理解清楚吗？行，他一只眼睛是瞎的，还是秃头。我又发现他昨天有一只手是假肢，你还有什么瞒着我？不是，兄弟，你是真的错怪我了。我给你介绍的时候也给你讲得很清楚，我说他一眼就相中你了，而且还聪明绝顶，最主要的是他做得一手好菜。你错怪我了，兄弟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